感谢朋友们啊，哎，对我们非常的支持。是，其实说句良心话啊，嗯，我们的水平还不够，有限，小学生。对了，离着我们前辈演员们差着很远很远。想当初，中国相声界是人才济济，对，多少好角儿，多少高人呢？嗯，跟人这些名家们比起来，嗯，我们微不足道，不敢比。当初最有名有一相声八德。怎么叫相声八德？八位名字带德字儿老前辈。哦，玉德龙。哦，这是这辈儿的大师兄。马德禄。对。焦德海。是是。刘德志。对。张德全。哎，郭德纲。刘德华。啊，全聚德。这是什么全聚德？德和乐。没有、啊、摔跤的词儿都出来了。反正不少。我后边这几个是今年新款的。这还有新款的。德寿。寿字的是张寿臣。哎，对。李寿增。哎，尹寿山。都有。活寿醉。啊，没有了。再往下是宝字的了。宝字的了。侯宝林。那是大师。孙宝才。对。常宝坤。哎，李宝库。嗯，刘老根儿、嗯、大辣椒、嗯、什么大辣椒啊，里头连药匣子都有啊。关外的这几位、啊、哪有什么关外的啊，名家辈出啊，是有很多人才。但是现在很多先生都去世了。哦，像这个北京有一位相声前辈，嗯，郭全宝先生。对，时间不长。嗯，刚走去世了。嗯，多可惜呀、啊！是，一肚子能耐，对，没留下呀。嗯，去世之前我去看过他。哦，您瞧起来啊，老头说了，没事儿。哦，生老病死在所难免。是，我是不行了。哦，你们好好干吧。鼓励我。我估计我也活不了多长时间了。嗯。转告于谦儿，说我让他上头里等我去。啊？我上头了去？哎，结果他也没去。那是不能去、嗯、不听老先生话，这没法听。你没去就对了啊，留下来好好说相声。哎，好好的给大伙儿演出。哎，对，这个人难得呀。怎么难得？说实在的，现如今您有这个造诣啊，是通过您努力得来的、啊、那不努力也不行啊。小的时候于老师不行。是，打小我们一块儿嘛，发小曲艺团学相声。对，我们都去考试去了。哦，老师看我们都高兴。是，叫什么呀？嗯，郭德纲。呵，精神啊！来来，快来快来，宝贝儿，来坐这儿来，坐这儿来，来上人见喜。来来，吃糖、嗯，高兴。还给糖吃啊？哦啊，后边他进来了，进来进来。嗯，嚯，嗯，叫什么呀？嗯，于谦。哦，扭过脸去，扭过脸去，扭过脸去。对，冲着墙，冲着墙。哎，好，嗯、转过去啊。嗯，嗨、不至于见我那么恶心。这膈应看着。有那么膈应吗？知道吗？嗯，老师也是走走，别来了，别来了、啊、你学不了相声，走吧。轰走了。他父亲真好。当然了，老师您给我们孩子一机会吧。啊，给一，求您给一机会。是啊，听着、嗯、一加一得几？小题。十四。啊，走出去。是不，老师、啊、您再给我们孩子一机会。还求情呢。一加一得几？嗯，七百。走出去。老师您再给一机会，再给一机会。还求。一加一得几？还是这题呀、啊、一万四。呸、啊、滚出去。老师您再给一机会，给一机会。还给机会。一加一得几？啊，二。哎，老师您再给一机会，给一机会。还给机会？我们爷儿俩谁傻呀？这是，是吧？没有这样，真事儿。什么真事儿、啊？真事儿，他爸爸真疼他。那能不疼？买测谎的机器搁这儿，干嘛呀？就为了让他说实话。哦。他考试他净那个，我们考试门门一百分。嗯。郭德纲打小一百分，一百分。全是。他这个啊。啊、嗯。三十五。不及格。二十六。嚯、哦。十四啊，负七，负七，我上一学期还赔七分，知道吗？啊，他也着急，你分不好，买笔，大粗笔都改了，改一百分。哦，改啊！他爸爸后来有所察觉，是啊，弄一测谎的机器搁这儿、啊，
一说瞎话，嘟嘟嘟嘟嘟嘟嘟，他响，他响。嗯，这儿拿卷子回来，回来，考多少分？啊，一百。嘟嘟嘟嘟嘟嘟嘟，骗人。说实话，嗯，七十。得。嘟嘟嘟嘟嘟嘟，还不对。说实话，二十四。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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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瞎话呀？把他爸爸气的，那是生气，枉费我一片苦心呢。嗯，你怎么这么不学好呢？啊，爸爸小时候门门功课一百分。嗯，砰。炸了、嗯、好嘛，我们爷俩一句实话都没有，反正全是瞎话。真事儿？什么真事儿？到您这儿全是真事儿。真是他们老爷子说良心话，我其实很佩服的。是吗？真是很佩服啊。他按说按照老爷子的想法，嗯，于谦就不该说相声。怎么？应该子承父业。哦，跟他爸爸一块儿干别的去。干什么？他们老爷子是这个大夫。哦，医生。哎，很了不起。哦，北京城一扫听都知道，有名的老西医。嗯、对啊，老西医，这老了管什么用啊？这个我听都夸嘛，老西医，老西没老中医呢，老中医 啊，妙手回春，知道吗？是我哪懂？咱小那会儿不懂得这个是吧、啊？不过那是打小我总上他们家去。那串门吗？跟老头聊天，咱长知识啊。是，我小孩人家了不得。是，家里那线装的书，哎呦，繁体字，各这么看的，这么翻的，嗯，竖排版的书，咱哪看得懂啊？对对。哟，老爷子一面墙的书柜啊，啊，各种版本的《金瓶梅》都有，是吧？嗨，等会儿吧，怎么全是这书啊？我也不懂，反正净看有这个啊。那么大岁数了，看点别的。我不懂了，咱跟老爷子请教啊。你看这怎么回事？我不知道。是啊，老头跟你讲，这个没事儿、哦，因为这个当时西门大官人来说吧，他这个还是《金瓶梅》啊。啊，你也是，你问点别的不好吗？我就说这字儿吧，说有不认识字儿，繁体字儿。哦，繁体字儿，咱不认识了。那是老爷子，这个您看看老字儿。老头拿老花镜、啊、看，哦，这个字儿啊，这念庆。念庆，西门庆啊！我说咱别提这个了，成不成？老往那上领，你这不是我领，您老说呀，这我跟老头之间，我们是忘年交哦，忘记年龄了。对，老爷子真好啊，疼他，拿我说的当亲生骨肉是一样的。对，没事上人家去玩去啊，到他们家我推门就进，跟自家一样，推门就进。是你上别人家还问在家了吗？啊，我来玩会儿，这他们那没有。是。推门就进，跟自个儿家一样熟了。老于家他们是哥仨，对啊，这是二爷，上面一哥哥，底一兄弟。对，这哥仨是踩着肩膀下来的。我在中间啊，岁数差不多。是，大爷今年是39。对，嗯，他们差不多，他37，踩着肩膀嘛。嗯，老三14，这连胯骨都踩不上了，这个还踩肩膀呢，这个大小差不多吗？差远了，35，35，35，差两岁。哎。他是今年在外边演出，好，老三在外边做买卖，哎，一天到晚的这儿也去那儿也去的，不在家。兔子是怎么着？不在家，大爷跟家里边，嗯、哎，真好，孝顺。说良心话，全靠他了。嗯，伺候老头对，无微不至，是无微不至。嗯，我有些日子我没去了，后来有回打着门口进去一看，呀，怎么了？我心里都不是滋味。什么事儿？老爷子病了，哟，躺着啊，那脸呢，翠绿翠绿的。绿了，大哥坐在边上，那脸呢，惨绿惨绿的。这爷俩谁先死啊？这是？你老盼着这个？你老盼着这个吗？不是我盼着，怎么这都这色儿、啊？我也纳闷，我说怎么了？啊，哎，哥，我，哎呦，德刚来了。啊，老头可能够呛。哟，这些日子不好。嗯、啊，半个月了，一直是这样，都没在家，二的三的都出去了。跑，就我弄着。嗯、不是你那脸色怎么还不是你爸爸了啊？啊？真死的是怎么着？他照的是怎么着是啊？没听说过。我三天没吃饭了。你看，我你这是胡闹！你给我打一电话啊！你拿我当外人呢？就是。你去吃饭去，弄点饭。你这哪行？你这哪盯得住啊？百日床前无孝子啊！对，快去！是我看着，我看着。没得吃饭。大爷站起来直晃悠，饿的。说良心话，咱看不了这个。嗯、啊，晃晃悠悠出去了。你看，我坐着看着你爸爸，我心里不是滋味。你看。老爷子，嗯，你也有今天啊！哎，不，哎，就别跺脚了。有你这么说话的吗？我说原，什么叫也有今天？原来你这个爸爸，说实在的啊，哪个爸爸呀？多壮啊！身体好啊！哎，
大高个儿，是四方大脸，嗯啊，一脸的护心毛，哎呦啊，没听错过，是吧？护心毛长脸上了都，显得凶啊，你知道吗？显凶管撩开跟人说话的，嘿呀，啊、改西施了是怎么的？不许美化的你，我这是美化、啊、这会儿躺在这完了，脸都这样了，脱相，我心里我能是滋味吗？瘦了。哎，老爷子，啊，看看，啊，认识我吗？怎么着？德刚啊，还认识？呵，不含糊，他认识你？他认识我。是，没事，老头啊，别往心里去啊。哎，硬朗朗的，踏踏实实的，能活一百多啊。您劝劝我，我倒口水喝吧。喝水。哟，我抽着您起来坐会儿。啊，不行。我干点什么呀？嗯，您要什么呀？我给拿点什么？是，我要小姐啊！你早就该死，你知道吗？嗯、一点都不多 啊！这个怎么了？这是？嗯，我要接小手。哼，这岁数这功夫，你弄的什么文言呢？这。好好说，我听得懂啊。是，你说白话不就完了吗？我扶您起来吧，起来吧。嗯。尿完了。嗨。完了。好，那我一鞋。嗯。那看着点啊。言语事真是的哈、嗯。没事，老爷子啊，踏踏实实的。嗯。哎呦，正说到这，老头这白眼儿。哟，往上直翻。哎。坏了。怎么回事？这。这要倒气儿，这是这过去了。我赶紧得看看有没有鼻息呀、啊！啊，出不出气？我探探有没有鼻息呀、啊？怎么探？嗯，哎，死了。对呀、啊，没死也让你处死了。这个有这么探鼻息的吗？也不能怪我，我也没学过兽医。没学过您就敢下手啊？这个呼，整个都完了，整个都死了。那不是一点没糟践 啊？全死了。这些个苍蝇哦，哪儿那么快呀、啊？我赶紧奔厨房啊！一进厨房，这门扒着门框一看啊，我眼泪都快下来了。又瞧见什么了？我看见大爷，我感动。怎么了？你有这样的哥哥，说实在的，你露脸去吧。干什么呢？啊，说句良心话啊，啊，伺候老头一天两天行，这是多少年了？是。就为了老头把自己都喝出去了，熬坏了，好几天不吃饭，谁试试啊？就这会儿说实在，你让他吃，你说给他炖锅肉啊，弄俩肘子，他吃下去吗？根本就不行，心火都跟这儿呢，疼着呢。煮点面条，看着可怜，对，煮点面吧，煮的有宽条的啊，有细条的，是，有龙须面，有担的面，有抻的，有手擀的，知道吗？有刀切的，七八样面条。炸的卤子，炸的花椒油，卸的芝麻酱，炸的酱，肉丁的、肉片的、肉末的、肉馅的。我哥哥缺心眼儿是怎么着？那都死人了。四十多样菜码。嚯、哦！这会儿正包蒜呢。哎呀呵，还吃蒜呢，还有心呢啊！我，呵，你真行，我告诉你。啊！别弄了。就是。你爸爸完了。死了。啊。你爸爸死了，是，哎呦，这才哭出来，就这一会儿的功夫，行了，别盛了啊！我那蒜呢？就别吃蒜了，还要蒜呢？我就不买红粉皮去了，我就啊，吃吧，吃的还挺全，吃了三碗面，嚯，喝两碗汤，啊，吃饱了，嗯。哎，你刚才说什么来着？好嘛，满没往心里去啊！你爸爸死了。哎，再告诉他一遍。去看看吧。啊，这会儿来六个耗子，宝宝皮就拉出去了。啊啊，领着他奔这屋来，带他去。趴在那儿是哇哇的哭啊！三爷，早晨起来给三爷打电话了。哦，他跟保定那边谈买卖呢，做生意啊，请客户洗澡呢。哟，跟洗浴中心的池子里正泡着呢。嗨，手机响，抓过来一听说老头要不好，啪一扔，顺池子蹭就上来，顺着京石高速唰回来的。三兄弟裸奔着就回来了是吗？光的呢？他穿着拖鞋呢。那管什么呀？这要是来个眼镜来口罩算三点式啊。没听说过啊，该挡的地方一点没挡上啊。这个
有这三点吗？跑回来了啊，哥俩趴在这儿是放声痛哭。哎，哭吧！到这会儿他们可都乱了啊。是啊，这个事儿得有人来了。对了，我得帮这忙。您来，起来，起来，起来！别着急 啊，哭是不管用了。啊、现如今咱得说这棚白事儿怎么办？先得办事儿。大爷说了，这样啊，老头死了我心疼，哦，被家里钱我都给他花了，全花，我姐心疼，办事用。三兄弟说：“你这话我能理解，啊、这也不是个办法。哦，这完事咱们怎么办呢？”还得过，咱还得过呢，这玩意儿、嗯、是不是？哥俩越说越呛吧，越说越呛吧。哟，我这可坏了啊！死丧在地，不可打闹啊。对啊，又何况古语说得好啊，啊，狗咬狗一嘴毛啊。对啊，俩狗是怎么着？不是二狗相争，比过一伤、啊，不还是狗吗？不是，别打架，别打架，大爷，大爷，啊、你窝在这边啊。对，老三，你趴那椅子那儿去。对，什么呀？趴的椅子啊？还是狗打架是吧？你累了，你趴椅子歇会儿啊。累了坐着好不好？赶紧把家里存的这些大五福的白布全拿出来，干嘛？做成孝袍子、孝帽子，啊、给各界亲友送信儿，要大办白事。穿孝。要说起来啊，你们老爷子这辈子不容易，当然，为家为业昼夜操劳，以致年老气衰，心脏之症痛觉愈烈。虽经北京著名医师萧龙友、孔伯华、汪逢春、施金墨以及西医方世山、各大名医临床会诊，怎奈你父亲的心脏终于停止跳动，他老人家乘风而去，驾鹤西归，够奔西天极乐世界而玩去了。嘿嘿，好，我爸爸死的还真够热闹的。宝丧符文传出，各界亲友纷纷前来吊唁，送来花圈帐子挽联不计其数，这边写只会飞化白虎铁，这边写血泪染成杜鹃红，大伙儿都写，我不能闲着，裁张白纸写五个大字，贴在正当中。哪五个字？孝贫不孝娼。哎，没听说过有写这五个字的吗？隶书，咱们这是 那什么书也不管用啊！我这我不会写，瞎写，撕了吧，撕了吧，就甭贴这个。大门的左边地上挑钱纸，门口还有这么一张白色的纸，那四个字我写的。怎么写的？苍天有眼啊！早就该死是吗？怎么呢？没有写这个的啊？写什么？树报不周。这对不起啊，我眼神也不济。其实打你们家那儿过，我看你们家见天贴着这个，没注意过。你们家才天天死人呢啊！消息传出来，街坊邻居哭成一片了。是这么好的人呢？哎呀，死晚了啊！早就该死啊！大办白事，办吧！准备啊，给老头换衣裳。是，先把身上这身都褪下来。哦，嚯，这些日子又出汗，又跟创肉了，一闻这嘎着窝都孜然味儿的了。什么味儿？老头退干净了、啊、做大柴锅干嘛？大柴锅架上柴火、哦、放水，嘎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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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洗擦。这谁干？我呀。这谁来？我来、哦、我脱一光膀子、哦、来大皮兜子，大胶皮鞋啊。水开了吗？啊，到屠宰场了是怎么着？这干个劲劲的吗？那有穿皮叉的吗？这个刷擦，拿开水往上泼、嗯、拿铁爆花擦。哎呀，这是这不用这东西，拿砂纸打嘛、嗯、什么呀？干个尖尖的、啊、换上整部的金刚经、陀罗经被、漂白布、高头水袜子、哦、都弄好了，往上一弄、嗯、把棺材就弄出来了。棺材多少年的存性，是老棺材了。对，就说是在这棺材啊，哎，现如今咱见不着，这他秀气你知道吗？这是棺材呀、啊、这个这哎啊，这是蛐蛐过笼知道吗、嗯，这不叫棺材，我比划不过来啊。谁让你比划？当年的老存性，哎，这老的，北京前门外打磨厂万义祥木厂的货，这个材料叫金丝楠，好东西。棺材来了，上三道大漆，挂金边，头顶福赐脚彩莲花。嗯，棺材头里边用白油漆写着宋体的匾字，是写着你爸爸的名字。哎，上写亲封，嗯，这俩字是红的，底下白字是名字，是登侍郎、嗯、于太公、哎、会进郭。对，我爸爸叫于进郭呀。什么名字？这是你爸爸叫于德什么？这什么呀？没你、啊、你甭管，这没有了，写上名字就完了。甭管叫什么吧，就于少谦啊，写上嗯。于少谦，大户人家吗？大户人家这字儿没有倒着排的呀，这个我哪懂这个呀、啊？这都来了，赶紧得入殓。入殓，入殓就是死人装棺材呀。对了。喝吹管子的、啊、打那个九阴锣的，是八面大铜锣，震天震地、哎，没见过这么大的锣，那么大哎。我告诉你，哎，哎呦呵，哎呦呵，哎呀，那么大个儿啊！嗨、哎，
怎么的？他是骡吗？这个？当当，好嘛，跟卖糖的似的。没听说过。这是那骡旗儿。骡旗儿怎么大？骡很大。对，咣叽咣叽咣叽咣，这声敲的人心都碎了。是，阴阳声一报，吉时已到。哎，掐尸的入殓的全过来了。哦，请大爷。是，这叫长子抱头。对，你哥过来，赶紧来。还擦擦手就别擦了，往出捏臭的姐的是怎么着？咱不懂这个，不懂怎么这么抱啊？怎么抱上？哎，抱着脑袋。对呀，师傅受累，给吹一点啊！吹。滴答滴答哩答滴滴答答答啦答，你妈嫁人了！你妈嫁人了？有吹出字儿来的吗？这个？我哪懂这个去？不懂你吹啊？我不懂这个。哎，到念经的时候我认为是最精彩的了。怎么了？或请来了和尚是高搭法台、哦、正当中有一位头戴皮楼冠身披袈裟，嗯，这是大帽。对，两旁边有小和尚、啊、哎呦，念这个叫咽口诗诗开十六本经，一边念一边撒米扔小馒头，好听，热闹吗？好。哎，这么着，嗯，您给学学这和尚念经怎么样？学念经这个啊，这好听啊，这好听。好，这个我会不了太多啊，您来来，咱唱到哪儿算哪儿啊。行，来念念这经啊。 嗯， 嗯， 嗯，道长成就镇济疆场，斋主虔诚上香设拜，坛下海中江声号，快滔滔孽子招迷人不行半分好，世人不把弥陀念往在世上走一遭，八月中秋雁南飞，一声吼叫一声悲，大雁道友回来日，死去亡魂哎不回归。头一天来到鬼呀嘛鬼门关，鬼呀嘛鬼门关，死去的这个亡魂呐、啊，两眼就泪不干。我佛耶，如来耶，玛尼玛咪玛咪哄哎哎哎哎。第二天来到恶呀嘛恶狗村呐、啊，恶呀嘛恶狗村呐、啊，许多的这个恶狗啊，真是吓死人呐、啊！我佛耶，如来耶，玛尼玛咪哄哎呦！第三天来到王爷嘛王天涯，天涯海角小妹妹是仙郎是真郎啊，咱们俩人一条线。别唱了，什么乱七八糟的，回来吧，没砍的。砍什么了？行了行了行了，没人砍啊，这么些警察都拦不住你们。嗨，你给我出来。没有没事，行行行，甭找了，我气球后头了。气球后头能藏人吗？谁呀、啊、没有，我打你呢知道吗？念完经打和尚。这话搁在这儿用了啊？没有的。 我没告诉你我会不了多少吗？哦，差不多就完了。好，我拦晚了。这每七天念一回啊。僧道坛尼轮班来，北京居士林的居士给你父亲转咒，多大排场，一般人请得来吗？对，居士林的都来了，是功德林的也来了，启士林的也来了，哎，稻香村的，你等会儿，大福来的，不是，这是狗不理，哎呦，回去，怎么了？来那么些厨子干嘛呀？这开个庙会庆祝一下吗？嗨，这用庆祝吗？这个一直等到出殡的这天啊，早晨起来一瞧，呼，大晴天，黑得跟锅底似的，哎呦呵，阴天呐，咕噜咕噜咕噜噜打雷呀，咔。大炸雷呀、啊！是啊，你大哥一看这天不好，打雷，赶紧出去抱着树去了。嗯、啊，都躲开点儿啊！打雷了，是是，别劈着你们呐！哎，对，就劈他一人啊！有抱树的吗？这时候，这个未必劈得上。那也不行啊！一会儿的功夫，晴空万里，红日喷薄。哦，晴了。院子里边立三根白沙高，嗯，搭起几大棚过街牌楼，中国二楼蓝白纸花扎的彩牌楼，上写三个大字：当
当大事。对，孟子曰：“为宋死以当大事。”是，早晨九点钟出堂发引，先放三声铁炮，请来文官点主，武将进门。先由杠夫二十四名将金冠请出门外，上小杠四十八人杠，杠夫满都是红缨帽、绿下衣，剃头、洗澡、穿靴子，一个个是满穿套裤。八十人杠换三班，二百四十人摆开一字长蛇，五里阵浩浩荡荡，威风凛凛。在前面有三丈六的明镜幡，紧跟着就是纸人纸马，有开路鬼、打路鬼，英雄斗志不豪图，方必方向哼和二将，秦琼就得身受玉立四大门神，杨绝爱左不逃，不依书起名为四贤。纸人过去了，同音发鼓，子弟文唱，起一个大座儿，戴家庙，松豪、松露、松亭的，松板、松三、松轿的，花瓣、花枣、花轿的，樱花乐府、朝天凳，鹦鹉、鹦幡、鹦照鹦，素净回避牌，歪板、黄罗伞一堂，上绣金福字，飞龙旗、飞凤旗、飞虎旗、飞镖旗、飞玉旗、飞鳌旗，四对香块，八对香伞，尼姑二十名，道姑二十名，潭柘寺的和尚四十名，云空大喇嘛四十名，红子学柳一百五十名，小南二班队、花球二班队、晚莲二班队，在前面就影亭一座，摆着你爸爸的相片。哎，猴啊，这是相片，这是北京最有名的一撮毛，给你爸爸撒纸钱儿，一把纸钱儿结结勾刷，三层开花满天飘，叮叮叮，这是关照过来了。哦，两个大相尺的倒退着走，这不叮叮叮，对对，当的啷当啷地噔啊，当当里边隆地咚，大秧歌这是。多有气势这个啊，没有这时候扭的。送殡亲友两千多位，一个个胸前佩戴着白纸花，俩人搀着你哥哥，俩人架着你兄弟，这哥俩头戴麻冠，身穿重孝，是泪如涌泉。早晨九点钟出堂发引，由南城奔北城，由北城奔东城，转遍了北京四九城，到晚上七点半才把这棺材抬回了家。哎，怎么又抬回来了？没找着坟地。去、你的吧。高明啊，我嘴有毛病，没有没有你这么高的智商。哎呀，没有没有，我看见你我痛快了。是啊，很难呢。哦，我请爷子我出不来，我怎么还出不来呀？我这是跑出来的。打哪儿跑出来的？我打家里头跑出来的。打家里头？我惹祸了，你们出去可别说呀。啊，我惹了祸了，我跑出来了。你不让人说，您都嚷出去了，可是。你们千万可别出去穿去啊！啊，这都知道了。我惹了祸了。惹什么祸了？这个话说来话长了。怎么回事？咱们那个村儿啊，有一个特别高的行政长官。谁呀？村长。对，嗨，那不叫行政长官。这个人了不得。怎么？脾气大呀。哦，有脾气。全村的省啥大权，他一个人执掌。他权大，一天到晚拧着眉瞪着眼呢。哦，这个脾气实在是太大了。是。我给你举个例子吧。您说。他。家里那个小孩蹲在地上拉屎，对，拉完屎了，村长喊狗来吃了，哦，喊三声狗不来，自个儿趴那就吃了，啊，什么脾气呀、啊、这是？奶奶娘呀，啊，就那么急，脾气太大了，哦，啊，咱们都怕他，哦，他这个人有毛病啊，有什么毛病？他穿那个衬衣那个扣一直是系着的，啊，那是他从来没看他解开过，那是是。那天晚上村子里边开会，哦，村长、副村长。村支书、哦、妇女主任、哦、晚上他们坐了一块儿、嗯、他们上开会打牌是吧？打牌呀、啊！我在旁边伺候牌局，那您就伺候着吧。一会儿功夫瞧出来村长这汗的哗哗的，天热。我说我今天解开吧，本儿把扣解开。妈的娘呀，怎么了？我惹了祸了。解一扣惹什么祸呀？他脖子上有块癣。这长块癣呐。我说他不敢解开扣呢，怕人看见，怕人知道。哦，我泄露了他这个机密了，这也不叫祸。他要杀我灭口怎么办呢？不至于，好在我有方法啊。我们家想当初有一种特异的功能，什么呀？有块膏药，哦，贴上之后，嗯，能把这个癣搬家。哦，贴上就好了。你打这儿粘起来呀，嗯，啪，嗯，贴心口这儿了，贴这儿，这里就没有了。哦，这个癣就挪到这儿来了。哦，还能挪地方？你看我这给你挪了吧？哦，啪，贴上粘下来，嗯，搁在胳膊上吧。哦，放胳膊上也可以。脖子上没有了，对，多好。胳膊上出来了。哦，呀，村长美的跟什么似的？那高兴啊，乐的鼻涕泡都出来了啊！什么德行啊，这是？过了些日子天热，嗯，他得穿那个半袖的。哟，那又露出来了，怎么办呢？啊，我啪一下子给粘在腿上了。哎，这回穿裤子挡了，看不见了。哎，过些日子该穿裤衩了。又热了，又露出来了。嗯，我给他解下来，
我给你铁的屁股蛋子上边。哦，这下看不见了。这下没问题了吧？行了，我又惹了祸了。怎么还惹祸呀？咱们村子里有一个妇女主任。哦，是个女的。嗯，多新鲜呢。有一天晚上，妇女主任嗯到咱们村嗯那个王光棍那里去干嘛去？两个人互相摸了一下。什么？对方的情况。对啊。你不要想的这么歪，你知道吗？我想的歪呀，您说明白了吗？半夜一点了，妇女主任出来回家啊，走到村子口，蹭蹦出一流氓来，哟，嘴里还说呢啊，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嚯、哦，要想从此给我吞下裤子来啊，要裤子。妇女主任那是一个很正直的人呢，就是啊，两个人就撕巴起来了，打起来了吧？在那个漆黑的晚上啊，妇女主任遇见了流氓，对，经过激烈的反抗，是流氓被扒个精光，哎啊，把流氓给扒了，流氓一丝不挂，转身就跑啊！哦，妇女主任不干呢，是啊，他是个很正直的人呢，对，你敢耍流氓？嗯，我饶不了你！哎呀，行了。没有，他要报复那个流氓。嗨，有这么报复的吗？把流氓吓的。是啊，转身都跑了。哎，好嘛，也没看见脸啊，没看见脸。哦，就看见屁股上有块癣。啊，有癣呐！这个事儿就传开了哈。是啊，全村人都说是村长干的。就他长这个吗？你这事儿闹的啊！妇女主任那个老爷们不干呢。那是不干。把村长叫到家里去了。哦，也不打你，也不骂你。怎么办？有这么一盘子炒黄豆，你把它吃了吧？干嘛？村长拿起来呱着呱就全吃了。哦，啊，他又弄过一大碗凉水了，你喝了它吧。喝水，咕咚咕咚全喝了。哦，就这一肚子炒黄豆就凉水呀、啊。啊，把村长的命就要了。怎么了？头里走吧，身后边叮当叮当。哎，响声不绝于耳啊。是啊，好多人都纳闷了。嗯，村长那是怎么的了？啊，村长说了，哎。哦，人一上了年纪就爱放屁。是啊，过去一天一个的放麻烦。嗯，现在一个屁顶过去五个屁。嗯，高钙屁水果味，一个屁上五楼不费劲儿。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这是说屁呢吗？这个啊，嗯、啊，我惹了祸了。您怎么又惹祸？我要是不给他转移那块癣，我能惹祸吗？我哦，这赖您。回家跟我那个媳妇一说，我这怎么办呢？啊，呵，我媳妇啊，他这头说我呀，说你，啊、你这个，你那个，你那个，你这个，哎呀，烦的我脑浆子都疼啊。是乱。你是没见过我那个媳妇？没见过。那个嘴不闲着，老说。呵，长着嘴，呲着个牙，嘡嘡嘡嘡，光是他说呀。呵，夏天时候就烦的我没辙了。嗯，我说你出去玩些日子去吧。让他出去。我给他钱。我让他你上海边去玩去吧，旅游去。好，回来就去。我一瞧啊，啊，牙都晒黑了。嚯，一直没闲着就说呢吧？海边一直张着嘴来着。是是啊，说的我脑浆子都疼了。哎呀，脑袋疼。我说你快出主意，我怎么办呢？哎，讲辙。你躲些日子吧。你也走。你上北京吧。哦，你上北京吧啊。北京。我有亲戚在北京。谁呀？我有我哥哥。你哥哥在北京？当初咱们家是老北京啊、嗯，我爷爷在北京市公安局是压着，哎，压着啊，不是在那儿工作，不是压着吗？是吧？哦，他给警察们提供工作。哎，对了，都看他去了。我哥哥还在北京，哦，我在村子里头。是，我说我去吧，找他去，带着钱拿着东西奔北京了。嗯，到北京一瞧，我那个地址找不着了。嗨，这不是白来了吗？怎么办呢？啊，我上哪里找着去呢？啊，是啊，我着急啊。哦，我一琢磨，得了。既来之则安之吧。哎，先踏实，先待两天慢慢找吧。对，走到北京街头上一看，我那娘呀，怎么了？这个大楼怎么那么高呢？啊，摩天大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数层啊！我正数着呢。啊，打那边来个小子，哦，蹬个自行车，是一脚趾在地上、嗯，哎，干什么呢？嗯，数楼呢？啊，数楼。北京有规定。什么规定？不许数楼。哪有这规定？数楼罚款。哦。哎呀，这个北京人太欺负人了啊！啊、嗯，数楼会罚款？是，怎么罚法啊？啊，一层楼罚10块钱。嚯、哦，你数多少了？啊，我数了8层了。得，罚80。80，掏了80块钱给他。啊，这个小子掖在兜里边等着车，人都跑了。那还不跑？就这个缺心眼的玩意儿啊！人家还缺心眼儿、啊，他是个笨蛋呢、啊。怎么笨了？我都数到20多层了。哎，这嗨，哎呀，也没见过您这么笨的，我告诉你。我省了钱了，我这啊，还省钱了。他揣钱的时候，嗯，他口袋里掉出一张票来，什么东西？我捡起来一瞧，呀，什么什么文化宫活动中心，
哦，这个东西不错呀，是是，上面写着字呢，叫通票。哦，通票啊，通票。对，我上那儿通通去吧啊，通通去。通票吗？通票，什么干什么都成。按着地址我找到呢。哦，嚯，这个大楼不错呀。啊，里面有吃的，有玩的，有剧场。是，我也没事干。对，我进去看看去吧。玩一玩。买不进来了。嗯，一层是个游泳馆。哦，可以游泳。跟这个大屋似的。那么大。都是水呀。好啊。教练过来了，下水。是。哦。游泳。哦，让您练。我说我这么深我不敢、哦、我教给你啊，那没事了，完了下去吧。啊，我下去他教着我，是一个小时。哦，是好玩，这真的是啊，一个小时我上来了。啊，行了啊，我说教练咱们今天就到这儿了。哦，累了，实在喝不了了、哎、啊，喝水去了，实在是灌不下去了。哈哈，灌呢，这是我上二楼。哦，二楼一瞧啊，有个小剧场。哦，剧场，推门进去了，嗯，里边正演节目呢。那您看节目，我可爱看这个玩意儿呢。那是好，我坐好了，啊，这台上出来个主持人，对，是个女的，对，啊，拿着个话筒，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好，欢迎您收看我们今天为您准备的文艺晚饭啊、嗯，吃饭呢。这个大家都知道黄河吧？黄河，黄河被称作母亲河，对，我们要像爱护母亲那样爱护黄河，不错。下面请欣赏，嗯，长江之歌，嗯。没黄河什么事？想了想，你说了半天跟这没关系呢啊！就是你自个儿都闹不清楚。嗯，我站起来我就出去了。这甭看了，我上三楼。三楼是？三楼是那个演马戏的地方。哦，还有那个杂技。对，扔那个球，好玩。扔那个大叉子，一会儿功夫出来个大老虎。那是驯兽啊！哎呦，出来个大姐，这个漂亮啊，穿的挺少的，是跟那个大老虎玩。对，一会儿这个女的还弄块糖，哦，搁在嘴里边啊，大老虎一张嘴，嘣儿。把糖给叼走了，老虎！哦，这观众还鼓掌呢，是好看呢。这叫什么玩意儿？这是怎么了？这个就卖钱了，我也行啊，这个您也行，我也行啊。那您来呀，来一回就来一回。对，把那个老虎牵走。哎，啊啊，跟那女的我也行，知道吗？我先说的，我先来。这什么？你先来？谁跟你排队了？你排到我后头呢、啊？没有，没什么意思啊。啊，我出来了。哦，四楼是饭馆。那吃饭的地方写着韩国料理，好，门口大白菜、嗯、辣白菜是酸辣白菜啊，五十多块钱一盘，那个贵。我心说，我不能进去。怎么？韩国料理这么贵，我非得让韩国人把我料理都不可呀？啊，嗨，不是那么讲，也没什么意思呀。甭吃了，出来吧，走到大街上，又打对过，瞧见我哥哥了。哦，又碰上了。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还得巧劲儿。我哥哥推着个小自行车就过来了，骑车来的。呀、哎。嗯，哥，嗯，我在这儿呢。哦，过来，过来，叫你。我哥赶紧推着车就过来了。嗯，兄弟，你怎么来了？哦，我说我找你来了。哦，你怎么有车不骑呀、啊、你？对呀、啊，你怎么推着？是，别骑了啊！今天啊，我这出来就遇见大冰风了。哦，我这个车轱辘小，二零的。二零的。我腿又短，我玩命的往前倒啊。骑呀、啊！前面有一人骑车在我头里边。哦，骑着骑，他把身子欠起来了。干嘛呀？顺着身体的中后偏下部啊。啊、嗯，噔，呵。这个大顶风啊全给了我了。是啊，你想我这轱辘小蹬车费劲呢啊，我还张嘴喘大气。哎，这这这这一点没糟践，合着恨死我了啊，恨死我了。是，我要报复他。这怎么报复？我玩了命的蹬啊，追他，我蹬他头里去啊，我也一欠事，我一使劲蹬，放一屁，我拉哭了。嗨，您这是报复吗？这个这不是找事儿吗？我开始我骑着大梁啊，我后来实在坐不住了。哎呀，我这推着车走，兄弟。哎，推着走吧。你看看这是该着啊。嗯，我这不碰见你了吗？啊，是是。走呗，兄弟。啊，跟哥哥洗澡去吧。是得洗澡。哎，好，洗澡去，洗澡去。嗯，拐个弯去，有个洗浴中心。哦、这好啊。啊，嗯，来到里边把车搁好了。嗯，人家很客气。是吗？啊，一扶我来，先生这边请。让进来。跟我哥哥更客气。是。你也出去啊。啊。轰出去了！你站在院里边，站在院里边，嗯，都拖着那水管子刺的，嗯，嚯，人家也嫌脏啊，嗯，冲干净给领进来了，嗯，我来到里边把衣裳脱了，把裤子拴凳子腿上，哎，你拴他干嘛呀？丢了怎么办呢？这嗨，丢不了。谁说的？啊，我在村子里边洗澡还丢了呢。村里洗澡在哪儿洗？我在坑边上洗的。是啊，坑边上不是没人吗？没人还丢了，那么些人，你是谁偷裤子的那个？嗨，没人偷你裤子，啊、都弄好了 啊。伙计看着乐了，嗯，你别那样啊，你搁箱子里呢。对，我你管着吗？啊，丢了怎么办呢？啊，还丢了，我保着你，啊、你保着我呀？是，谁保着你呀、啊？你、哎呀，洗澡还连环保，买不来的里边一瞧，嗯，我那娘呀，怎么
了？到了阴间了。怎么阴间？阴曹地府。怎么？那个大池子冒着白气，卖着烟呢。哦，好些人给里边都弄红了。啊，那是个油锅呀。是。有个老头坐在池子还喊呢、啊：“我受不了了，受不了你上来你。”嗨。人那是洗舒服了，你喊什么你啊？美了吗？这边有个挑灯，小鬼们被人打上来，搁那儿扒皮呢。哎呀，您不知道那是洗澡，那是搓澡的，那身上都红了啊！我一想，我来了，我谁也不怕呀。哦，站在池子边上，我扎个蒙子吧，我啊，我在坑里边，我净扎蒙子了，我这地方不行，我站好了，我蹭我就下去了。哦，我上了当了，我啊，怎么了？脚丫子没进水，脑瓜子磕个大疙瘩呀！哎，对呀，谁让你跟这儿扎了？喝了两口水，噗，还臭脚丫子味儿的。哎呀，这脏劲儿！我一想，这个水有鱼没有啊？这里头，我摸摸鱼吧。没有。我东一摸，西一摸，摸来摸去没有鱼。啊，我摸了一个王八盖子。王八，大王八盖子还挺远的哈。是啊，我正摸着，前面站起来，叭给我一嘴巴子。啊，你这个小子不洗澡，你摸我屁股干什么呢？去你的！大伙儿太热情了啊！哎。把俩孩子吓着了，是，俩孩子还小，哈，刚出徒，就是，我也知道这一喊一呀，啊，有的时候是好，有的时候也是往下轰啊，嗨，回到家乡演出，心里特别的高兴。到家了吗？全国各地去了不少地儿了。嗯，最愿意来的就是咱们天津。那可不是，这是我的家，家乡啊。好多朋友都认识我。嗯，但是对于于老师，我们需要着重介绍一下。哎呦，太客气了。这个演员叫于谦。哎，是我。说的不错啊，不敢，谢谢。看见了吗？谢谢，谢谢大家。你瞧见了吗？大伙儿对你很了解。嗯，是这样。台上是真好啊。不敢当，不敢。就这四门功课。嗯。说学逗唱，嗨，反就这么回事儿吧，是吧？是吧？就那么回事儿了。不，关键咱们得说人性。哎，关键是人品。交朋友不能靠台上，对了，得说台下，得实诚，就人家这人性，您说一说，还不如台上呢。嗨，我让你夸我来了是怎么着？我羡慕他呀。还羡慕我？相声说得好。嗯，还拍过广告。倒是演过。演过电视剧，有那么几部。演过电影。是，经常的出任什么产品的代言。哪儿？最近接一大活儿啊，马上要成为枸杞兔子形象代言人了啊。好嘛，我接这活儿有点不露脸呢。可所有的枸杞兔子上都喷一张你的相片。哎呵，那管什么呀，提你三块就走啊。不提我两块就走了。对自己得有信心。我都贴那上头了，我还有什么信心呢？演过很多的戏呀、啊、真好啊、嗯、没有。当初有这么一个电视剧叫《雷雨》。哎，对。哎呦、啊、我特别喜欢这个戏。好吗？原因就是这里边有你。我上这戏了。他在这里边负责雷雨。哎啊，这雷雨我怎么演呢？就是一有下雨的戏，你弄个水管子站那儿呲、嗯、我干剧务。最了不起的，当初周星驰有一个电影。哪部？叫《大话西游》。哎呀，太有名了。于老师在里边演出了。演了牛魔王身边600个小妖精之一。您找的时候留点神吧，您费费心啊。了不起呀、啊！都演这角儿还了不起？我什么时候能熬到你这样啊？哎，您太客气了。我打小说句良心话啊，不行。小时候不好吗？您看，您各位今天捧我啊，我当初干不了这行。哦，不适合干这个。打小同龄的学生里边，啊，都比我强。
就你最次。我最次了我。哦，怎么办呢？嗯，包括学员们一块演出，嗯，我一上场，这观众们哇，怎么回事？全走了，走了。我一下场，哇，都回来了。我还真快呀，这个。团长说：“你别演了，哦，你剪场吧。”哦，改搬桌子了。我搬桌子，嗯，我搬桌子一出来，观众哇也走了。我说我搬桌子不说相声，嗯，观众说了，看见你就不行，好嘛，哎呀，您这人缘也太次了，我跟您。后来团长说，你就跟后台拉了大幕什么的吧，哦，干杂活，别上场了，别露面了，也别说啊。真有一个人找到后台，干嘛呀？找团长。哦，为什么不让郭德纲上场？我有愿意听您的呀，必须马上安排。啊，有捧场的，他再不上场，嗯，我那冰棍全化了。啊，啊，好，等您上场，观众出去买冰棍去。就是门口卖冰棍的给我拔创哈。哎呀，只有我说相声，人们才出去买冰棍去。嗯，后来好容易毕业了，熬出来了，跟着团演出，对，也不行。还不行呢，相声跟古曲一块演出，那这是花场啊，我们吃亏呀。吃什么亏？唱大鼓的小姑娘一个个捯饬的这漂亮啊，哦，呼盘着头，对，烫着发，嗯，这儿搁一朵花，这儿搁一钗子，对，这儿挤俩红点儿，哪儿挤红点儿啊？这儿搁俩枣就是切糕啊，啊，嗨，把吃食往脑袋上搁，穿着各种颜色的旗袍。对呀，那气儿都开得嘎吱窝了啊，配俩门帘子就出来了。哎呦，啊，那两边的票卖得特别的好。那不是看大骨的，那是看大腿的。嗯，少说这个，不是这意思。留神人家告你去吧。告谁？我就纳了闷儿了啊！我们有的演员他都凉掉，对，他那唱根本就不够水平哦，词儿高了记不住，这玩台上胡唱乱唱的都错了。还有人给上花篮，对呀，他凉掉，他能见四十多个花篮，不少。我这么卖力气，我连个花圈都没有啊！嗨，您不到岁数呢，可能气得我，哎，嗨。有保安没有啊？把他弄出去啊！不是您就讨厌你，甭想这个了，太讨厌了这人！你这样的逮着都够枪毙五分钟的，是吧？啊，那么长时间呢？我很不幸，你不要拿我开玩笑，你知道吗？您就接着说，接着说。很不容易，我嗯，我就跟那团里混了这么长时间，我寒了心了，哦，不想干了。我什么时候我能熬出来呀？哦。我干点别的吧，我。哎，您干脆就转转行。有一朋友说了啊，嗯，影视界你愿意不愿意？您呢？我一琢磨，这不错呀，影视界，影视圈我很喜欢呐。对呀，头一天去了，导演就问我，啊，这影视跟相声可不一样哦，你做得到吗？嗯，我说我做得到啊。哦，行，吻戏你能演吗？接吻。我说太好了。哎呀，嗨，就等这个呢。我挺乐意的。导演也高兴，是好，你要能答应就好。哦，把那狗牵过来，狗，跟狗接吻呐，气得我呀，这叫什么活这叫啊？是啊，而且我在影视圈混了一段时间，我就发现了啊，很多女演员，嗯，为了上戏，嗯，都跟导演睡觉去，哼，倒是有这种现象，实话呀。对，我看不惯呢。是啊，我很生气呀。您有正义感，这个女导演太少了啊！哎呀，您生这个气呀？你们女演员有办法，我们怎么办呢？我啊，是不是？苍天不负苦心人呐！怎么了？终于有一个戏碰见女导演了。哦，让您碰上了。嗯，她那年是36。啊，那也不算大。我那年是23，哎，跟您比差不多。我一想，我为了艺术，我献身吧。啊，您献身了。我洗洗澡，换换衣裳。哦，
我找他去了。是，当当当敲开门，我一瞧，这事儿成不了了。怎么回事？制片人在屋躺着呢。嗨，您白费劲了。我什么时候我能混出来？我啊，哎，早也白洗了。我多的混得出来？我啊，嗯，我心里不是滋味。是，来一朋友问我，嗯，广告你去吗？哎，广告可快快。对了。到那儿就完，周期短，一天的功夫。是你的男一号，哦，那不错啊，给你5000块钱。哎，这钱不少。我一琢磨，这干得过啊？啊，合适啊。嗯啊，不过人家说了，啊，你需要啊，在北京化好了妆，换上服装，嗯，你才能去。啊，这还急茬，拍摄地在东北长春。哎呦，这远点，给我一张火车票。啊，我先找化妆师去。哦，我说老师啊。我这个脸比较啊黑，是您给画白一点。对，化妆说，嗯，怎么了？你这还白呢，知道吗？这还白，给我抹了一脸，这个黑呀，哦，换上了黑棉袄、黑棉裤、黑棉鞋、黑手套、黑帽子，全黑。冲镜子一呲牙，吓我一跳啊！我这什么形象啊？自己都害怕。拿着票上火车奔东北去吧。上火车瞧见我没有不害怕的，全害怕。谁瞧我谁躲，啊，躲。哦，当车祸现场这么看的都是。借我身保安的衣裳，我穿上我打他。啊，您穿上这没用，怎么那么害怕呀？不要把你的快乐建立在我的痛苦上。是，啊，我听着新鲜，我自己也难受啊。啊，有一节车厢有一个犯人，嗯，砸着脚镣手铐，这挂在这儿，哦，嗯，四个武警端着枪把着。哎呦，我估计这是啊，一下火车就得枪毙，重刑犯。这人跟这儿这完了，颓废了，是吧？哎呀，我打到跟前过，他看了我一眼。嗯，哎，嘿，好嘛，他瞧见希望了，他啊，他找着这意思了。到了长春，找着导演，我说我来了，我演这个。对了，就等你了。哦，你的男一号，赶紧。我说女一号在哪儿呢？是在那边那笼子里头了。哎，笼子，我说笼子里边，我看看吧。啊，我一瞧啊，有一猩猩。哦，不是狗了。哦，有一猩猩。嗯，我说这不咬人吧？是，这是马戏团借出来的。那行了，我的男一号是他的女一号。哎，我说导演，嗯，这没有感情戏吧？哎，别想那么多了，这就，啊，没有哈，啊，没有了。什么广告啊？嗯，八宝粥。哦，那好食品。把这猩猩放出来，我搂着肩膀啊，打开了，我给他灌下去。对，然后冲着镜头这样，我一比划，完事儿了。这快，我说太好了，赶紧吧。紧，对，我等不了了，来吧。啊啊，猩猩放出来，搂着肩膀打开八宝粥。哎，他比我手快。是啊，一把抢过去了。嗯，摁着我这脖子，哒哒哒哒哒。那就别抖搂了。完事儿，这猩猩冲着镜头啊，他还比划呢。我怀疑他偷看剧本了，你知道吗？哎嗨，嗯，要不也没那么快。我说导演啊，哎呵，呛一口，再来一遍吧。啊，导演说没事儿。嗯。谁灌谁都行啊，怎么都行，那就完了吧。啊，这个广告播出之后，很多观众打进电话来，问什么呀？问一问哪个是猩猩，哪个是人？哎，对，人家都分不清楚啊。我说他让我穿黑棉袄、黑棉裤呢。哎，对了，攥着5000块钱回北京，哎，挣钱就行了。我有了钱了。我这回我买方便面了，我能够啊，能吃饭了。我有这个，我有饭了，我。嗯，这个朋友又找我来了，干嘛？说你这样知足是不对的。怎么了？必须要往上发展。再往上怎么发展呢？你得上春节晚会。哦，你才能红。晚会，嗯，才能红，嗯，才能有味儿。嗯，我说我也不认识人家呀。嗯，我找谁呀？是，说你甭管了。嗯，我认识春节晚会的导演啊，见导演。哎，嗯，我把他请来，你们见一面。好，我不能白帮你这忙。怎么办？你给我5000块钱。五千？我一琢磨，我刚挣了5000。是啊，我还得买方便面呢，我啊。别废话，你成名要紧。哦，一把把钱抢过去了。嗯，带我去见导演。去吧。我一瞧，这是假的。怎么见得呢？骗子。凭什么？不是导演。你怎么知道？他连大胡子都没有。哎嗨，我这朋友说了啊，闭嘴闭嘴，别胡说八道的 啊是大胡子逮起来了 啊哎，对对对对，别提这茬了，这不能提，这先不让说，啊，不让说，啊，不让说 啊我说导演，啊，导演您好，啊，我要上春晚。哎，对，我要成一个大腕，表达一下我很了不起了，就说心意。导演说这你来晚了。啊啊，
你们导演哆嗦什么呀？啊，有身份都得这样是吧？没听说过。你来晚了啊！你这你先跟着干活吧。干活，擦擦桌子，搬搬椅子。哦。弄个水，送个盒饭，扫个地屋的。嗯。啊，你这样，给我遛狗去。遛狗也管啊！给我遛狗去啊！多缺德，我还得给他遛狗去。就这破狗啊，走一步一停，走一步一停，我给领到钟表店去了啊！我师傅，这走一步一停，哦，没事，擦擦油泥就好了啊！啊，狗有擦油泥的吗？把狗牵回来，导演乐坏了，没了。呵，哦，这个忙可是帮大了啊！啊，行了，你留神吧，看哪个节目你能上？嚯，你言语一声吧，吐口了，我看吧，找找有京剧。对。这不好蒙，怎么京剧这难蒙？你说你唱戏的啊，弦儿一响，你算傻了啊？这哆嗦上了啊！有武术表演，这行吗？这蒙不了啊！这真刀真枪，玩了命了，啊、这不长眼啊！嗯，有这个芭蕾舞，哎，这也没法蒙。怎么？你垫脚尖你能站半小时？我看你不垫脚尖你也不像啊！啊，啊是，我那枪哪儿去了？哥，你嗨。不是您就甭蒙这个了，您找点能干的。我能干什么？我一看我就说相声能干。相声啊！现场有一个400人合说的相声。哦，400人，400人大群口相声。嚯！就这堂景啊，没80万下不来。那么贵啊！嚯，这弄个假山，山跟真的似的。哦，这边俩飞机，飞机底上有水。嚯嚯！节目一开始，打这山上蹭蹭蹭跳下100个说相声来。哎呦，都背着降落伞跳下来，知道吗？啊、这里边水里边。钻出100个来，哎呀，这边飞机上扔下一帮来，费多大劲！到最后拿洋车拉上一个逗哏的来，是啊，哎，这演员一下来，冲观众们说：“说观众朋友们，我想死你们了，我嗨，啊，就说这么一句，400人站齐了，嗯，有一个人带着说，是我说一句话，你们大伙把它翻过来啊，哦，给大家拜年，我很高兴，对，这300来人一块儿很高兴给大家拜年，哎、一鞠躬，完了，哎。”完了，还玩这行这个啊？这缺心眼儿都能来这个啊？哎呀，对对，这行这个这不算什么。嚯，这就是这儿的相声好说。嗯嗯，我说导演啊，我求求您，这我来吧，这个哈。哦，上这个。慢说，我这智商这不没问题啊？啊，对对。我说那你等会儿吧。干嘛？这400人打6月份就跟这盯着，嚯，知道吗？你等着，说有一个不干的，你来。哎，您补这缺，我天天盼着呀。啊，你说这帮缺德的，他也不出点事儿啊？呵，您盼什么呀？有一个。不干了，我不就盯上去了吗？啊，天天的等，天天的盼，等着吧。啊，这活没等来，别的活等来了。什么活啊？那天现场彩排，哦，4000人的现场，嗯，跟这正忙活着呢。哎，有一个观众生孩子，哎，那儿生孩子，大姐大肚子。啊、你说，哎呀，你这月份你回家生孩子去，凑什么热闹？这儿乱了哄哄，4000多人，你跟这儿。你说他这要生孩子、啊、哎呦现场生孩子我赶紧打电话啊打电话一会儿车来了我还得扶着他背着他弄车上去、哎、回来这儿收拾哎呀全是你的活儿忙完了之后我这机会可来了什么机会啊彩排到这400人的相声啊又打山上下了100个哇、哦啊、背着降落伞是是有一个人那降落伞没打开啊哎呦脑袋冲向噗哎呀万幸哦，没事儿，死了，嘿，死了叫万幸吗？我太激动了啊！哦、老天爷给我机会了，太好了！哎呀，我找导演去。嗯，导演是这短一个这个，嗯、我来这个。哎，得赶紧，你来晚了。怎么？把他推下去那人已经替他了。嚯、哦，这太残酷了吧？这个，我什么时候能熬出来、啊？我哎呀。我什么时候能熬出来啊？嗯嗯嗯，急得我没法没法的。是是，我找我那朋友去了。干嘛呀？退钱。不干了，把那钱退我。赶紧，不干了啊！嗯嗯嗯，一天到晚的净干活了。是，哪当演员成碎催了？我这个没正事儿。我又擦地，又拾弄屋子。啊，那大姐生孩子，还我给弄。我怎么的了？我啊，把钱给我。不干。他乐了。啊，你呀、啊，缺心眼儿。怎么了？你是不是想上春晚？当然了。你是不是想成名？废话。你首先要学脸皮厚。你得不要脸才行呢，你知道吗？啊，知道吗？是啊，你这个多的能成腕儿，你这个哦，脸皮厚，就你这个性干不了这个，知道吗？哦、那怎么办？我说我就脸皮薄，是啊，拉不下脸来啊，找老师去，还有教这个的，找人教你谁呀、啊？谁教啊？啊，谁脸皮厚啊？啊，我想了想，谁呀、啊？哎，啊，现场生孩子那大姐可以，哎。对，4000多人看着生孩子，人不在乎，这得多大能耐，这得是。对，
我买点东西，我看他去了啊！我瞧他去。我到家一瞧，坐在炕上正哭呢。干嘛呀？哎，丢人丢大了！也嫌害臊。我说大姐，大姐别往心里去啊！这算什么呀？你站着说话不腰疼啊？四千多人看着我生孩子，太丢人了。嗯嗯嗯。我说这不算什么啊！那年申奥成功。天安门头里边有一人同着两万多人生孩子，是，哎呀，那也是我，全是他。节目是一场接着一场，哎，刚才我们说完一段之后，下去休息一会儿，对，我跟那屋坐了一会儿，嗯，于老师找地儿游泳去了，嗨、哎。就这么会儿不至于，你也不是为了游泳啊，你是为了小便。干嘛含含糊糊的？嗯，怕你丢人。不，您这说出来我就够丢人的了。看见大伙儿我真痛快。嗯，地儿也大，是好多朋友坐的位置不是很好。对，包括后边的朋友们。嗯啊，你说这边多艰苦。是啊。啊，看不见那儿，头里还有大屏幕。对，你说多高科技现在？哎，看不见这儿，看这儿。当初哪有这个去？啊，现如今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对，整个社会都进步了。是，过去这大屏幕不可能有。这是高科技，以前没有呢。包括手机，过去也没有。这几年才兴起来的。那些年哪有手机啊？啊，现如今行了。啊，几乎每个人都有。人手一部，互相沟通很方便。对呀、啊，手机也是不停的换代。哎。最早不就是有个铃声吗？你看现在这彩铃多多呀，功能多了啊！我那手机就是如此。你也喜欢听彩铃？不同的朋友有不同的声音，是吗？当当啷当里个隆地咚，当里个啷啷里咚。京韵大鼓，曲艺界的同行哦。接电话。对。大当啷当啷当啷当当啷当当个啷当，京剧界的朋友啊。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我媳妇儿来电话了。嚯！长期受压迫的结果啊，又响了。嗯，爸爸接电话吧。嗯，于谦儿，去。我的这事儿怎么？高科技是吧？什么高科技？显然交情在这儿了。对，都爷儿俩了，还不好吗？就说这个意思啊，时代在发展，人们在进步，是相声也是如此，相声也一样，二几年的相声跟今天的相声就不一样，肯定是有区别，包括传统相声，嗯、其实每天都是在与时俱进的，都在变化。有人说传统相声陈旧腐朽，嗯，不对，是拿旧社会来说，嗯，演员站在三不管这说相声，嗯，观众来了一听，喝好啊，嗯，掏出钱给了他了，给钱了。转天这位又逛三不管，啊，演员说的跟昨天一样，您就不会花钱了。谁听两样啊？所以说演员要激励自己，把节目弄得每天都不一样。对，到后来说传统相声不好听了，不是节目的原因，嗯，相声没有问题，是因为演员停止不前了。对了，才导致相声的没落，不变化，这是实话啊，也没有办法，也没有办法。嗯，我们很多演员，很多名家吧，很多大腕儿，没等学会就红了啊。嗨，所以说你让他扭回头再学也不现实，他还不认头呢，是不是啊？作为我们来说呢，两个小演员，对，不像媒体上把我们炒得这样，不是那样，如何如何或。艺术家了，多红了，什么大师了，胡说。嗨，每天我们都互相提醒郭德纲于谦注意、嗯、你们两个不比别人强多少，当然就是两个普通的演员。嗯，一个行业在一百年里边，说句良心话、嗯、一百年出一位艺术大师就了不得了，这行业就火了。你拿京剧来说、嗯、解放初期整个京剧界才两位大师。哪两位？梅兰芳、周信芳。哦，那是国家封的。嗯，马连良先生这么大能耐才叫著名演员。是，现如今艺术家是雨后春笋，全是了。主要是因为这个名片管理制度不严格。嗨，我要说给我印个总统，他也给印啊。
总统兼神父都能印。嚯，好嘛，嗯，您还要精神物质一把抓，是吧？少说这个，就说这个意思。我们就是两个小演员，爱相声啊，愿意为相声做点有良心的事情。是，但是还要感谢观众朋友们对我们的鼓励和支持。对，这十几年来，嗯，我们没有花国家一分钱，也没得到我们同行的支持和鼓励，都是父老乡亲、衣食父母们支撑着我们走到今天。这是观众，一位观众强似一百位理论家呀，嗯，这是对我们实实在在有帮助的。就是这样，我们也愿意把相声弄好。嗯，怎么办呢？多做功课，多学习，多学习，无一日可以休息的。但他老得学，没事看看书啊，啊，看看别的节目啊，嗯，跟别的艺术形式互相借鉴沟通，吸取营养嘛。于老师这点做得很好，我也差着，就涉猎广泛。爱好，你说音乐会啊，什么交响乐、芭蕾舞都看，愿意看这个。前不久咱们这个北辰芭蕾舞团呢，北辰芭蕾舞团排了一个小天鹅，哦，在秦简桥那儿搭了一台，露天的啊，跳这舞蹈。哦，于老师风尘仆仆赶到那儿去看，哦，买了前排 VIP 贵宾席，还 VIP 呢，5块一张。哎呀，咱看人花钱都眼晕呐，嗯，5块呀，啊，买了2张，是躺那儿看，对，嗯，哎呀，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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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也不懂的啊，嗯，为什么看芭蕾舞要躺着看呢？大家给解释一下啊。3个小时演出过去了，于老师眼睛通红通红的，找一大夫一看，您看我这怎么回事？大夫问明白了，不要紧，你一个简单，下次再看这种演出，这3小时里边你抽空眨下眼啊。我这一场就没眨眼呐，好，这个涉猎广泛呢。我这涉猎的还广泛呢，知道吗？啊，多学学多看看是有好处的。是，就拿我们相声来说，嗯，传统节目1000多段，是经过演员这么多年的努力，嗯，还剩下100多段，这太努力了，这是吧，嗯，再努力就没有了。是需要大伙儿啊好好的学习，嗯，千万别扔了。嗯，说相声跟过日子是一样的。怎么还过日子？今天买一冰箱，后天置一彩电。嗯，你不能今天卖个门，明天拆个窗户，嗯，那是败家子儿啊。那可不是吗？我们很多曲艺形式现如今都听不到了。嗯，其实很可惜。我都失传了吗？天津还是不错的。你说京韵啊、西河呀、啊、梅花啊、单弦啊、烙亭啊，还都有。对，还都保留。到了别的城市，很多曲种都没有了。听不见唱，就拿北京来说，啊，过去有一种北京的竹板书，现在没有人唱竹板书，失传了。哦，打着7块竹板唱故事。哦，唱大书，三列国呀，东西汉呐，嗯，这儿说着书说差不多了，嗯，抄起板来呱唧呱唧呱唧再唱，唱完了再说。哦，好听之极。什么味道的？给大伙儿学学竹板书。各位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那就没挑了，全愿意听了。那就这些日子休息不好，嗓子不在家。哦，我尽全力的唱。好，如果哪儿有个崩瓜掉字的，嗯，各位多做自我批评啊。嗨，哎，你唱错了，人批评什么呀？慢打毛竹，书又归了本正，打起了我的竹板，书开正风，是才间唱的本事，半部参书前后七过端，还有这么2、3段啊，没有把它交代清。哪里他丢来哪里找，我是哪里接着把他唱，哪里头忘了我就把他说来，你们各位接着听。奉敬在座的众民工，因为他热闹更好听。好，啊，这是竹板书。竹板书，对，没人唱了。嗯，包括北京过去有一种小凤调。小凤调，哎，小凤调，嗯嗯，也叫北京的铁片大鼓。哎，那可好听。挺好听。对对对，春雨这春
金谷天下满芒下，二叔相连，秋暑薄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春夏这个秋冬分为了四季，清明这个佳节都把分那怨，死去的良家的女儿孙祭奠，苦命这个妓女何人把她可怜，嗯，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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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哎呀，真是好听啊！这段叫《劝妓女》，有这么一段。后来改了个名字，叫什么了？《劝于谦》。对，没有啊，没改过，不承认了，知道吗？这还能承认吗？多好听啊！嗯，当年还有一种曲艺形式叫莲花烙。哎，莲花烙，十不弦莲花烙。对，最早十不弦是十不弦，莲花烙是莲花烙，分着的。自打慈禧太后过生日，两者合二为一，哦、搭着班一块演出。是啊，十不弦来说，相声演员用得着。对，我们过去开场演出，相声大会之前，先唱十不弦的发四喜儿，都唱这个福禄寿喜这么四番儿。嗯，唱起来好听。怎么唱？福字儿天来喜冲冲，福源山清江雨平，福如东海长流水，恨福来迟身穿大红啊，斗斗那个起斗起斗强。哎，对对对，发四喜儿，哎，就是这个味儿。莲花烙现在也没有了。莲花烙啊，北京河北地区过去唱这个多，嗯，好听。再唱唱。我做男儿汉，志气刚，寻了一个老婆雅塞孙二娘，站着比我高位，坐着比我长，脚也比我大呀，力气比我强，打之骂之立下家法耶，舍死亡生，我要管教婆娘。莲花烙，好，好。嗯，有点意思。虽然说莲花烙没有了，但是评剧和二人转都借鉴了莲花烙的唱腔。哦，有前身的意思了。这评剧在天津来说呢，是家喻户晓啊，都爱听啊。天津、北京、嗯、华北地区，包括东北，人们都爱。对，天津是评戏的窝子。嗯，多少好角都出在这儿。是，我个人有这么一个认为。嗯，我认为评剧应该提倡演员的年轻化。怎么叫演员年轻化？哎，因为评剧更多的是演这些个才子佳人爱情方面的故事，风花雪月啊。你说这个才子佳人岁数太大了，演员扮出来不像，也不好看。有一次我在咱们天津看戏，嗯，全本的秦香莲，好戏呀、啊！扮演秦香莲这个演员得够70多岁了，那么大岁数，老艺术家，唱得真好啊，唱功好，就是太胖了哦，顶我四个，嚯！那么胖啊，这秦香莲这大脑袋，嗯，半生戏化完妆一瞧啊，好，跟奥特曼似的。呵，有这么比的吗？这坐在我旁边有这一个天津的小伙子，说句话把我乐死了。怎么说的？哎呀，好秦香莲了啊，这秦香莲都够口了。嗯，我要是陈世美，我你妈也不要他。哎呀，嗨，哎，有这么说话，话糙理不糙，这倒是年轻，他扮出来好看呢、啊。哎，啊，嗯，生旦净丑，嗯，四门很齐全。对了，最早不行，嗯，最早的时候这个评剧叫三小戏，怎么叫三小戏？小生、小旦、小丑，哦，全是小，哎，小戏儿。后来丰富了行当，特别的讲究，好听了。我认为评剧的小花脸是值得一提。小花脸在别的剧种里边，这个丑角啊，啊，作为陪衬的人物，嗯嗯，评剧里边他算主角，好听啊。哎呦，好，嗯，我曾经认过一个评剧的老师，哦，还拜过师，70多岁的老前辈，是教过我评剧的小花脸，受了老先生真好，嗯，特别喜欢我，是啊，我每天上家去学戏，哦，后来老头跟我说了，嗯，说你这孩子太好了，哦，我是真喜欢你啊，是是，从明天开始啊，嗯，你就别来了啊，
你再来我就弄死你，知道吗？啊啊，这是喜欢你吗？他特别喜欢我。这不像啊，这个他就是因为上年纪人比较封建。是啊，封建其实来说咱们说不叫事儿，我就是觉得老头对我好。什么事儿、啊、无以为报，我想跟他认门亲戚、啊、他就不乐意了。什么亲戚？我想当他姑爷。哎啊，看上人闺女了。他闺女特别喜欢我。那也不错啊。他那个女婿反对。啊，人结婚了。我们可以给他挑唆的离了吗？什么人性啊您这是。后来就没再去、嗯、但是跟老爷子学过很多戏。哦，评剧小花脸既注重唱又注重念。哦，唱念。哎，唱念都要求很严谨。哦，比如说有这么一出戏叫杜十娘。嗯，最后一折的时候叫活捉孙父。对，小花脸扮演孙父，有一段唱腔。嗯，充分的体验出这个小花脸唱腔的好处。这么着吧，嗯，您给唱一这段怎么样？特别的好听啊。活捉孙父一唱起来是这个味儿的。来一段。有孙父你也代代独守灯光，心思思一念念都是媚娘，貌似花身若柳，飞燕落掌羞花貌沉玉容，压倒了群芳为美人是巧计，花银千两打动他全仗着巧舌如簧，不料想他不愿将我来骂嚷，下心女报不相爱。好，哎，真是好听啊！嗯，唱得好，嘴里还得干净呢，还得清楚啊！啊，一个字儿一个字儿都得送到您耳朵里边，听不见不行。包括评剧的小声，我认为也非常讲究。小声啊，挺拔刚劲呢，有一个风格啊。曾经有一次，我认识一个老演员，哦，唱的小声，我觉得就不太到位。怎么？他松懈，哦，比较松懈。啊、哎，你唱那戏，听桥楼打夜更。心发急躁，翻过来覆过去，睡不安了。听完他这唱《清明节》上坟，我都不敢哭。怎么了？我怕他说我学他。嗨，太难听了。所以说评剧啊，得把它研究到了家。是，我认为这个评剧来说，比较适合唱这些个才子佳人爱情生活方面的故事。嗯，不太适合唱这些个重大历史题材的东西。哦，大事儿不善于表达，尤其是国际题材的不适合。国家大事啊，曾经有一段时间有这么一个电影叫《列宁在1918》。哦，这好，呵，电影演的火。对对对，有一家小评剧团不上座，嗯，用评剧移植上演了《列宁在1918》，评戏的，闹了很多的笑话。那怎么唱啊？他用了很多老评剧的唱腔。哦，后边还借鉴了河北梆子的旋律。什么味儿啊？化妆可都一样。哦，列宁沾一头套，穿着这个什么西装马甲背带裤啊。嗯，这儿揽着出来。哦，也这样，一张嘴是老评戏。怎么唱的？十月革命刚成功，啊，国库紧张，粮食空，嗯、啊，我列宁好，我命瓦西里去弄粮食，天到这般时分不见回来，你说这是咋的了你？呀呵，这什么味儿啊？这是思前想后，叫我放心不下呀。啊、论顿大大大大唱了浪贼雷唱大不得唱，要唱列宁、嗯、家族克里姆林宫。叫一声斯列夫，上前听分明。哦，我命那瓦西里去把粮食弄。嗯，天到了这半时分，不见回城。嗯，还摆姿势呢，这后边上瓦西里。哦，唱河北梆子肩板。怎么唱？八大。嗯，唱嘿唱。出来了，光的光的光的光，嗯，枪出粮食好几包，哦，梦想列宁，嗯，去报告，啊啊啊！要这玩意儿有什么用啊？说的是的，这个、啊、
这太难听了，这个。所以说，我认为评剧还是好好唱自己的传统剧目。就是就是。很多的对儿戏，我认为好。对儿戏就是生旦的对儿戏。哦。比如说有这么一出叫《杨乃武与小白菜》，嘿，这个戏是家喻户晓啊，名段，好听。嗯。小生跟旦角，嗯，两个人较劲的戏。是啊，其中有一场叫背地写状，我认为是精华。怎么叫背地写状？杨乃武被屈含冤，在监狱里边打算死，不告状了。哟，姐姐杨淑英来了。啊，你不告不行啊！啊，写下状纸来，姐姐给你进北京城传狱状去。他去监狱里边没有桌子啊，姐姐趴在这儿，让兄弟在后背上写这状纸。哎呀，很让人感动啊！太伤心了，特别的好听。嗯 嗯，杨乃武这会儿有一大段肩板转快板，呵，好听。再唱唱这段怎么样？啊，肩板转快板，啊，我是愿意唱，但这点光唱不足以表达情绪。还要怎么办？必须要做戏。哦，还要演戏。这是两个人呢，进人物、啊。一个是杨乃武，一个是他姐姐杨淑英。哦哦哦，我能唱杨乃武，是谁来这杨淑英啊？您别看我、啊、我倒是豁得出去，但是我不会、啊、这不要紧的、啊、主要是听我是哎，你配合一下、哦、知道吗、哦哦哦、你就一句词儿，什么词儿？兄弟、啊、你就趴姐姐背上写吧。你这一说完了，我就赶紧拿起笔来连说带唱。哎呀，就齐了，就听您的了，特别简单，我就这么一句，没问题。来来啊，来您啊，来来遍听听啊。哦，还验一遍，多新鲜呢哈、啊、兄弟你就趴在姐姐背上写吧，是这词儿吧？没错，词儿对了啊、哎、来说说一遍。刚说兄弟你就趴姐姐背上写吧、哎、你有点情绪，声音再高一点。哦哦，嗯，兄弟你就趴在姐姐背上写吧。这是人物、哎、你稍微的，你再、啊、再高一点点，高啊，长个调门。哎，兄弟你就趴在姐姐背上写吧。好多了啊。哎，这真聪明啊。你再高一丁点，不点点。哎，兄弟你就趴在姐姐背上写吧。这个姐姐是宫里出来的太监是怎么着？寂寥寂寥的，这个啊，你这怎么着？你还得在情绪上，和你再，你就稍微高一点就行。高，再高点吗？再高点。嗯，兄弟我就算了吧，就这就更不是人声了。这个行，也差不多了啊，我也歇过来了。嗯，哎，嗨，您要歇着后台也能歇着，就这一句啊，兄弟趴姐姐背上写，我这抄起笔来，腾腾腾腾腾连写再唱，这点地儿说实在的，主要听您的，就听这个好吧。来，那咱们来着说，这就开始了、啊、哎，来，兄弟你就趴在姐姐背上写吧。趴呀，真趴呀，多新鲜呐，做戏嘛。说完这话啪你就扔那儿了，我可爱看这个了。你爱看像话，我再摔个好歹的。你趴桌子上就行啊。桌子上啊，就趴这儿就行了。来啊，这多新鲜，快，兄弟你就趴在姐姐被子上写吧。姐姐你压着我那杆笔了，早说好不好呢？你忘这茬了，你知道吗？不是，就这遍戏好趴这儿了。你再来，再来，再来啊！再来，就开始了，开始了。大伙儿，兄弟，你就趴姐姐背上写吧。苍。故事发生在清朝末年。杨乃武打小老师就是。等会儿，你先等会儿吧，别介绍剧情了，行吗？大伙儿都得知道这故事啊！全知道，这儿还趴着一位呢，您没明白吗？把你茬忘了啊！啊，对呀、啊，都知道杨乃武了，太清楚了，不用介绍了。哎，对、啊，来吧，兄弟，你就趴在姐姐背上写吧。苍，小白菜这人呐，你说小白漂亮，行了，他要叫小撇咧，这完了，知道吗？二冬瓜这都看不得，有叫二冬瓜的吗？水灵的都，行了，行了。行了，人物也不用介绍、啊、男女主人公都介绍完了，大家全了解，没有废话了，不说别的了，这就开始。再来啊，于老板您辛苦了。哎，您甭管了，兄弟你就趴在姐姐背上写吧。八大苍黑苍苍苍隆咚，一个隆的苍，这人可也不错。说我干嘛？你说我干嘛？你
这都是你唱不唱啊？我怕你挑眼，你知道吗？我是不挑眼，我这腰都快折了。小心眼儿，你知道吗？你唱不唱不唱、啊？这就开始了。那咱甭没废话，兄弟，趴在姐姐背上写吧。趴的，唱谁唱的浪唱隆咚一个隆的唱，听好，写边装，悲痛难忍。江南郡杭州府布满乌云，我本是奉公守法一文举刘系统，官保私仇害良民边保险，故司请官我江湖巡抚汤举都是苦力杀人胡瑞兰，奉旨巡查江南郡，不知贪了多少银，覆盆冤千古恨，可怜我居家大小命难存，冒死喊冤求财神，要把这江南贪官风卷残云，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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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唱唱的吧，唱才，您这是杨乃武血状啊！哎，郭德纲杀猪，去你的！按相声来说吧，我这个位置就是我们叫甲，哎，对，写在本子上，我这叫乙啊，我是那个逗哏的，我是捧哏的。比如说啊，啊，我要是天上的一颗星星。啊、那我呢？您就是太阳。哎呀，你这太过奖了。我要是胰岛素。我呢？你就是高血糖。啊，这这么搭配的。我要是喜羊羊。我灰太狼。这都出来了。比如说，我要是苹果。我。你是色戒。俩电影。嗯。啊。我要是。陈冠希，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我不是张柏芝，你是阿娇。哎，这嗨，没有这么比喻的啊，就说我们两个这个关系。嗯，但是实话实说啊，嗯，不好干，是有难度。往这儿一站，好几十分钟、得让您各位爱听，还得笑，得乐，不容易啊。嗯，干这行都有压力。是，我也想问问您，您问我什么呢？咱们掏心窝子啊！啊，大伙儿能来捧咱们来，没外人。谁要说瞎话，谁是那个。行，咱们实话实说，心里怎么想的就怎么说啊。您问吧，我想问问啊。嗯，你呀，你压力大吗？咱别来这套行吗？你转着弯骂人，这可不成。咳嗽。什么咳嗽啊？早不咳嗽，晚不咳嗽，有没有压力？你要这么说，压力人人都有，我们照样有。那就对了。哎，创作新节目，哎，演出，观众承认不承认，这都是压力。卖票，嗯，这不都是事儿吗？是，人无压力轻飘飘。对，把这些个不开心的事儿都说出来啊，让我开心开心。哎，您这是什么心态？这是？不是我这。因为我本身压力就挺大，哦，您也实话实说啊，啊，你看我这样说相声，嗯，实际上在说相声之前，我也从事过很多的职业，哦，也干过别的，并没有一帆风顺呢、啊，都这样。好在我的心态好，想得开，我知道那句话，嗯，哪里跌倒就在哪里躺下来，哦，倒就不站起来了是吧？您这心态太好了，怎么说？哪里跌倒哪里得爬起来啊！哪里跌倒哪里再爬起来，是必须有这个心态。嗯，我是愿意做大事情的人。是吗？给我一根杠杆，嗯，我给你10块钱。哎，您这买棍儿来了是吗？看看再重还能多给什么呀？有的时候晚上愁了都睡不着觉。怎么呢？我是个要强的人。哦，晚上躺下了脑子在转，想什么？好容易入睡，有时候梦见自己爬山。哎呦，累呀、啊，累心呐、啊，累脑子，爬喜马拉雅山，那么高的山，爬珠穆朗玛峰，嚯，一步一步爬到了顶层，嗯，站在珠峰的顶上、啊，仰望苍穹，大声的呼喊，嗯，他妈怎么下去啊？嗨、哎，
你怎么上来的呀你？我很希望有人来帮助我。哦，给我一份爱、嗯、我会还你们一夜情的。哎，您这说秃噜了。不是那个，我说惯了嘴了，您这个。我不是说这意思吗？说这个意思吗、啊、是不是要强？我什么都干过。都干过什么呀？开过饭馆。哦，餐饮业。不知哪位您做过饭馆。嗯，老话这叫勤行。对，得勤快呀。对，可是干饭馆容易吗？嗯，北京城天子脚下，大饭馆小饭馆多如牛毛，竞争激烈，川菜鲁菜粤菜淮扬菜菜系无计其数，哪里是我存身之处？找您的位置。我也很希望干好。嗯，我日后要成为餐饮界的龙头老大。嚯、哦，我就是郭老大。你看，我那饭馆叫郭老大大饭店。这还很难说，是吧？心情是好的，是吧？坐在我的饭店里边等着客人。好，客人进来一抬头，哇、嗯，郭老太太饭店。哎，好嘛，字儿看错了。你看这事闹的啊，不像发财的样儿。郭老太太，我一想啊，这买卖估计这名字不行，哦，换一个吧。这个我也做点什么西餐来卖一卖。哦，您要做西餐？我做披萨饼，啊，快餐，年轻人喜欢吃。是，我的字号很有名，叫必败客。还是真有理想啊！好多人不来，多新鲜呢。他们说不吉利。太不吉利了，您这是。嗯，哪有叫必败客的？后来我又想啊，嗯，北京城这么多菜系，唯独没有河南菜。河南有菜系？哎呀，豫菜呀，很有名啊。是吗？它这个蒸菜很有特点。哦。黄河鲤鱼，这都不错呀。是是是。对吗？嗯。请了一个开封的大师傅。哦。来帮我料理。嗯。做开封菜。哦。我直接写开封菜，他们嫌我土。那您怎么办？我写英文。英文怎么写？每个字选一个开头啊，开 K 风 F 菜 C， 我这写着 KFC。 结果呢，我还把我爷爷戴眼镜的照片挂门口了。哎呀呵，越来越像了。嗯嗯，买卖倒没见怎么样啊，我一打肯德基那儿过，他们净骂街。对，您抢了人招牌了，人还不骂你？想了想，可能是有相似之处。不是，就是一样，您知道吗？后来我又一想，嗯，那年放那电视剧《大长今》，嗯，大伙儿都喜欢吃韩国菜，哦，我也来一个吧，韩餐呢，我干韩国菜。哦，北京有这饭店，明月三千里。对，什么意思？不明白，您讲一讲。人家疆土是三千里，它叫明月三千里。对，它三千里，我五千年。哦，跟他对。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对，三千里我五千年。嗯，他明月，嗯，我们是按照对联来说的。对，明对白。嗯，月月对日。嗯，他明月三千里，您白日五千年。好嘛，您把人都赔在里头了。刚开业。嗯，派出所找我来了。啊，你改个名吧。是，太下三滥了。对对，有伤风化了，您这个赔了一溜够啊，也没挣钱，挣不了钱。有朋友劝我，嗯，又累，一天到晚的跟这忙活着，嗯，做买卖不干这个。哦，我说那干什么呀？是啊，倒腾点古玩呢。哦，倒腾古玩，古玩字画，哦，红木家具，你看都是能挣钱的。那倒是，不是见天开张。啊，开张一回够吃半年的，挣得多呀。我一琢磨这主意真不赖，真去了古玩，得找点那个别人没有的，回家找去了。啊，我舅舅的拖鞋啊，我姥姥鸡的酸菜，嚯，我爷那药酒，哎哎呀，那个药酒太好了，真好。我二大爷就喝这喝死的。哎，那还能卖吗？那个验尸的时候说跟砒霜的成分是一样，嚯，当毒药那么喝。那这可以吗？这不行，没人要。后来人也说了啊，你这都不叫玩意儿。对呀、啊，你找别人没有的。对，谁没有什么？我有啊，我二大爷那骨灰别人没有。哎，那是啊。想完又想，北京城可能是没有什么文物了。北京得上外边发展，外地啊，陕西、山西古城、古都那都是。嗯嗯啊，山西我就别去了。怎么呢？让我扛一铁锹上山西啊，我去挖去。挖来挖去，挖到小煤窑里边，嚯、
我在死的那儿。哎，谁让您扛铁锹去了？我还是上陕西。哦，陕西好啊，陕西，而且那儿有羊肉泡馍。是，以后我就在泡馍的海洋里荡漾了。哎，好嘛，也不怕烫着。准备好了，去啊！开着我那辆宝马牌的夏利啊。到底是宝马还是夏利啊？夏利有一宝马的标，也就你能干得出这事儿来。准备好一切，走了。啊，陕西淘宝去了。开车出了胡同，啊，有人拦着我。谁呀？你父亲。哦，我爸爸。于德刚先生。哎，不是，你先别往这说了。我爸爸也叫德刚，跟我那个字儿不一样。不一样，音儿也一样。他是得道的德，水缸的缸。得道的德，水缸的缸。你爸爸原来叫于进锅，知道吗？啊。后来大伙儿说这太疼啊。啊。鱼呢得在水里边待着，哎，得到这么一缸搁在里边。那也不怎么样啊。噔噔噔，敲我车窗。啊。德刚。嗯、啊。德刚，嘿，好嘛，俩德刚碰一块儿了。上来吧。啊。上来坐到副驾驶这儿。哦。哎呀，这车太小了。是。我这车可不就这样呗。嗯，啊，你这车搁得开四瓶酒俩凉菜吗？啊，我说搁得开啊。那好，嗯，吐出来的这个呀，擦擦嘴啊，再见。哎，好嘛，拿这儿当垃圾桶了，就为吐来的。我说你这没有，你不合适了啊。再看他在那儿跑的不是远啊。哎，这好，回来。您这玩意儿都在连着的是吗？我可爱说这个，我这说这个，收拾吧，嗯，规矩完了，开车走。哦，一上高速，警察把我拦下来，这，干嘛呀？你这车喝了多少？车很，车都上了头了。我说是刚才有一醉鬼，有一兄弟跟车里边吐来着。我说没事，我说咱们自己人。哦，我这车我车有警报，您听听，警报器打开了。响了，警察乐了，拆了吧，拆了吧，干嘛呀？私人不许装这个，砸了。哎，叮咣五四给我砸了，这就拆下来砸了。我用惯了这个了。是啊，这怎么弄？窗户摇下来，我自个儿喊吧。啊，喊，开着车自个儿扭着头。哎呀，用嗓子喊的。到陕西我都说不出来话了。废话，哪有喊的呀？先做买卖。啊，陕西这儿卖文物的还真不少。有啊，好字画，好扇面，我搜罗了一批。都有什么呀？唐伯虎画的。嗯，知道唐伯虎吗？我太知道了啊！啊，生于明弘治。嗯，正德年间中举唐介元。唐寅了不得啊！诗书画全好，画美人画的最好。对，这回咱们得着唐寅的真迹了。他画唐伯虎画的福娃，哎，五张一套。哎呦！真能蒙人呢，他们！你看，咱赶上了，买，给钱，真买啊！来，装车里边。哎呦，哦，又有了，这是王羲之的字儿，也好啊！哎呀，王羲之亲笔写的，写的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呵呵！哎，没离开去年的事儿，老我手里边了啊！还买把扇子。哦，您也来把扇子。乾隆皇帝御笔亲书，嚯，写了四个大字儿，写的是“藏秘排忧”哎。这啊。这更得买了，乾隆赠郭德纲先生共勉。嘿，连他老人家都知道这事儿了，发了财了。嗯，这东西弄到北京啊，潘家园我摆个摊一卖，全是假货，合着了不得。开车回来啊，开车回来，往回一走，一上高速堵上了，堵车呀！我这心里别扭啊，要有我那警报器一开开，那就冲过去了，冲出去了啊！这会儿没有了，没办法，正堵着呢。嗯，陕西当地有一位卖我一警报器，当地的，当地人做的。哟，陕西出的警报器，自己产的，管他哪儿的，装上吧。嗯，装好了，一开开，啊，警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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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乱七八糟的？警察，警察，行了，别喊了，警报器太有地域色彩了，这玩意儿。一路冲回北京，那到得了北京吗？出陕西就听不懂了，这个警察，警察，警察，什么玩意儿？这是车到了北京啊，警察拦着我，下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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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说的什么玩意儿？这是对，我说听不懂了。
我跟你说点 啊最近咱们这儿单双号啊，哦，分号，你这车双号了 啊明儿31号别出来啊，哦，等双号再出来啊，哎，谢谢，回家回家歇一天，转过天31号啊出不来，这事闹得出不来，我单号车就好了啊，对了，再转过天你看1号还是单号，你瞧赶上了，这怎么回事，等着吧啊，再转天2号出来了啊，这还拦得住我，赶紧吧，出来一看啊，车丢了，哎嘿，好嘛，太背了您这个，我那些个古玩字画都在车里边了，哎行了，都不怎么样，那怎么办呢，啊干饭馆赔的跟什么似的啊，去趟陕西花好些钱啊，这回车也丢了，全赔了，我没什么钱了，嗯，可是我得活着，得呀啊，想主意，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每个人都很忙，我不能闲着，嗯，而且我压力太大了，还有压力，我是个要强的人嘛、哦、是不是，怎么办呢，门口肯德基招工，哦，报名要打工，打工去吧，啊、哦、干点什么也好啊，去吧，到这儿人坐了一排考官，是，你会什么呀，我会唱歌，唱一个吧，哎，更多欢笑更多快乐，进来麦当劳，出去，哎，好嘛，缺心眼的见过，没见过您这么缺心眼的，那是打的热窑似的，您上那儿唱这个去，再见，赶紧走，出来了啊，那主管追出来了，哎哎哎，不是因为你唱错歌不要你啊，啊，你那开封菜还干嘛？哎还记着这茬呢，小心眼儿啊啊！是，哎呀，怎么办，我怎么办呢？我怎么这么不顺呢？啊，不如意事常八九，可与人言无二三呢。嗨，哎呀，我上雍和宫，我烧香去吧，拜佛去啊，烧香拜佛、嗯，祈求平安。哦，来到雍和宫这儿烧香，嗯，一使劲，使劲大了，啊，手机打挂到这儿出来，掉到功德箱里边。嘿，好嘛，您看掉这地方。干嘛呀，找一奔砸呀，正砸着呢，过来四个保安、啊、弄死你信吗，哎这以为您小偷呢，这不是来电话都没法接是吧，嗯，一转身过来一老道，嗯、啊、施主，嗯，观你双眉带煞，二目有神，酒后定非池中之物，你看只是此时略有些不顺，那不行，我说您快受累吧，您给我出主意吧。啊啊啊！我这有块翡翠，哦，5000块钱卖给你啊！天天搁嘴里边横着，横着横一个月，否极泰来，转运好极了，给钱啊！给人5000块钱，翡翠拿过来，天天横着，横着横2天，舌头都绿了。好嘛，翡翠掉色，谁见我都说你太缺心眼了啊！雍和宫有老道吗？哎，对呀。上这个恶当啊，您这雍和宫有尼姑吧，没听说过，雍和宫是喇嘛庙，你看喇和了，这是闹的、啊、喇和了，舌头都绿，谁见谁问舌头怎么了、嗯、我没事啊，我喝了三鹿，喝了、哎、三鹿，三鹿是白的，这是绿的，我薄荷味的、嗯、什么乱七八糟的，别胡出主意了，就这5000来块钱给他了啊，家里越来越没钱了，让人骗了，吃饭我都得省点啊，吃，从吃上少少吃呗，吃点便宜的吧、嗯、怎么吃便宜，中午出去吃饭去了，嗯，吃削面吧，削面便宜，包削面便宜，嗯，大碗的5块，小碗的3块，还俩件儿，按说我得吃大碗的，哦，这就饱了，可是呢得多花2块钱，哎呦，就2块钱，吃小碗的吧，就这么忍呢，小碗刀削面，嗯，吃完了不饱，哦，出去遛弯去，越遛越饿呀、啊、走来走去，嗯，旁边饭馆有人敲窗户，谁啊，一回头啊，德刚，我爸爸，我也爱叫你这玩意儿，这缺德名字，我告诉你了，我一回头德刚，行了别说了，喊我进来进来进来啊，进去吧，他跟几个朋友跟那儿吃饭呢，哦，这一块坐着吧，嗯，喝酒吃饭都吃完了，没事的，嗯，你爸爸挺高兴，咱们找地儿打牌去，哦，玩牌，那走吧，闲着闲着，嗯，旁边有一个5星级的快捷酒店啊，都5星级了还快捷酒店呢，好、哦、开间房打牌，嗯，好，这几个人真会玩，是啊，你听这几个人名字啊，必胜、大赢、来福、进财，这、嗯、好嘛，
跟您这必败客的店主玩。输吧，啊，输的跟什么似的？是玩的夜里两点，没什么钱了，人几位这儿数着钱，行了，啊，我们回去了。房也开了，你跟这儿睡吧。哎，就跟这儿睡吧。都走了，就我一人坐在这儿，点小灯，心里恨得很啊。那是，这叫什么日子？这多大压力！正琢磨，电话响了。哦，一个女的。是呀呼嘛，这是李京来的。不是呀呼嘛，你来这边，我很生气。你们什么呼？两边呼呼都太刺激。讨厌。嗯。啊，你无耻！年轻轻的干点什么不好？真是啊，做这种营生，我得批评你啊！哎、上来。您给人叫上来了，我要批评他。您这是批评人家吗？这儿进来了啊，挺瘦，穿小裙子。大眼珠子是啊，还是李菁？叫什么名字啊？李菁菁。嘿，我一个字儿。这么大姑娘干点什么不能吃饭？你说说看。岂有此理！你父母知道会很生气的。是，你的心灵很肮脏。哎，你这个人很肮脏。脏啊！你还不洗澡去？洗澡去？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你洗澡干嘛呀？就说服教育嘛，是吧？这什么说服教育？冲澡配着毛巾被，俩人对着聊天，啪、啊、门就开了啊！警察叔叔就冲进来了，嚯、哦！后边还一百多解放军，哎的，当暴徒了。当天晚上正好扫黄，哎呀，给我们都弄走了，嗯，罚了我10000块钱。你瞧，没钱没钱的，我很配合啊，这多新鲜呢！我都没划价。像话吗？你敢划价去呢、嗯、交10000块钱。嗯，出来之后站在街上仰天长叹啊，吃削面还是得吃大碗的。嗨，您这总结的什么经验呢？这是吃大碗的，吃完就回家睡觉去了。哎、就没这乱事。然后后来这些事儿啊，哎呀，人活着压力实在是太大了，还想这压力的事儿。嗯，怎么办呢？还得想着办呢，我得活着呀。是啊，旁边澡堂子招搓澡的，还是打工去吧，赶紧吧。到那儿填表登记，嗯，要了我了，人搓澡呗，卖卖力气也是活着。是，头天上班来大哥，哦，我惊着了，怎么了？这主从上到下都是纹身，纹满了，从身上、手上、脚上、脸上，除了眼珠子没纹啊，都是啊。嚯、哦，我看着都麻硬的都，小花人啊、嗯。哎呀，您这怎么回事？嗯，别害怕啊，别害怕。怎么呢？有纹身的未必是坏人哦，人家劝咱。是是啊，有纹身未必是坏人哦。岳飞还有纹身呢啊，一样嘛，那个是吧？有这么比的吗？岳飞后脊梁是那个到此一游是吧、啊？什么到此一游啊？他妈给他纹的那个。精忠报国那两码事。我说那您这好，嗯，纹的太满了，您这个啊。是啊，您这什么意思？怎么回事？你看我纹的不是一般的，别人那个龙啊，那个花啊。纹的什么？我纹的是地图。地图？我弟弟抓起来了。哦。我为了救他。嘿，好嘛。我帮着越狱。哦，这位是。纹的这一身。啊。你看咱们家门口开始纹。哎呦。你看北京主干线这不都有吗？真的。三环四环哈。真细致。哪有派出所？哎呦。哪有巡逻的？哪有警察？都有。哎。很遗憾啊。啊。纹的眼眶子这儿没地儿。可这会儿刚闻到监狱门口，这好嘛，这不是白费劲了吗？我的压力很大。哎呦，我说你别这么说，别这么说，啊、到这儿洗个澡，搓个澡，你放松一下就没有压力了。嗯，好，你们这有没有特殊服务？哟，没有，我们是正规洗浴。哎，你告诉他啊，你要想找特殊服务，嗯、你出去吃小碗的刀削面去。这嗨，别给人传授经验了，这个。跟吃面有关系吗？躺下吧，赶紧搓吧，我给你搓澡吧。啊，缓释一下，你就没有压力了，轻松一下。闭上你的眼睛，嗯、来，我给你搓澡啊。啊，没有压力，没有压力啊。嗯，没有压力，搓吧。我有压力，怎么呢？我给他搓掉了，纹身呐，好几个派出所都没了。好嘛，白费劲了。这他醒了，不得宰了我呀？那你怎么办？这我跑吧，我这赶紧跑吧，趁他睡觉我跑了啊，跑了不管事，回家来四壁皆空，没钱过日子，还是没得吃啊。哎呀，挤兑到一定程度上，人是什么主意都能想出来的。你想出什么主意来了？我把我这肾卖了吧。
卖肾呢？人有俩肾啊，卖一个留着一个还能活。那倒是，出去找一地写上卖肾，哦，留电话号码。哦，但是我不会写那个肾字儿，啊，我写的汉语拼音。哦，卖肾呢？您这是卖肾？您这怎么标的那个？没标，嗯，那不就是卖肾吗？我哪懂啊？啊，我刚到家，电话就响了。啊，喂，你卖肾？我说去你的吧。啊，我卖的是肾，嗯，啊，你别闹了，我压力很大，你到底卖不卖？我说不是，我说我压力才大了。嗯，他乐了，你那算什么压力啊？我压力比你大，怎么呢？刚才洗澡纹身搓掉了，这儿就碰上了。